这是给粉丝定做的名字项链，现在融化银子，现在天冷了，再把它融化，融成液体，融好之后再倒入这个槽子里面，让它形成一个银块，等它冷却之后就是一个银块。现在我们把这个银块给拿出来，现在很烫的，非常烫，这就是一个银块块。然后用压片机把它压扁，压扁了之后，这是粉丝要做的心里面带字的名字项链。现在开始一点点的把这些文字给锯出来，用锯子一点点的锯出来，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。这四个心里面有字的项链真的用了一天多的时间，到晚上才做好，因为这些文字都要一点一点的锯，不能着急，锯错了这个文字就不像一个字了，锯好里面开始全部锯外面。心里面有字的更换什么文字都可以，前提是一定要给客服说清楚要点文字就可以了。全部锯好之后再打磨平整，打磨光滑，把里面外面缝隙里面都要打磨平整，全部打磨好之后再给这些吊坠装上足银的吊圈，装好吊圈之后你再一个一个的焊接起来，不使用焊药，直接焊接就可以了。最后一步就得抛光了，抛好光就是成品了。搭配上不同的链子，喜欢搭配什么链子，小店里可以直接选择。这是做好的成品，喜不喜欢？如果您觉得非常喜欢，记得支持一下，谢谢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谢谢。